向吴康信，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这个主会场，来到我们的大舞台前面。今天呢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活动以外，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在我们的今天的广场能够度过非常快乐难忘的一个晚上哈。那也再次邀请所有的朋友，今天呢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所有现场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尽量往我们主舞台这边哈来欣赏我们今天特别安排的这个活动以及表演。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感谢很多莅临现场的贵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永康里里长林世峰林里长，浩姐婆婆下来欢迎你，好不好？在后面欢迎以及我们永康里里副里里长来跟我们挥挥手，因为今天人真的很多啊。以及我们欢迎我们如意社区大学摄影评审，我们林伟芬，我的陶景江，欢迎。好，再来是我们中路里里长张昭仪，我们的张里长，哇，好大的欢呼声哈。好，再来是我们青海宫，我们的陈明月陈竹伟，过来被欢迎。我们德仁里，我们李凤娇李里长，欢迎。再来欢迎我们吉善宫林朝林林竹伟，欢迎林竹伟，欢迎。再来要欢迎我们复兴里李里长李元全李里长。再来欢迎是我们区政顾问黄秀玉黄顾问，中下的欢迎，谢谢。我们今天呢现场的贵宾非常的多，会陆陆续续的长，给区长一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有这么棒的区长带着我们呢，相信芦洲所有的朋友无论是在生活食衣住行，大家都能够幸福美满哈。那我们也再次欢迎所有莅临现场的朋友，我们今天呢除了在我们的主舞台有非常精彩的这个神将的表演，还有很多社团的表演。那我们呢在今天呢从后面走进来，我就得搭位的了。我们今天呢有特别要感谢很多的社团，跟我们呢这个陈阿明来美加大美跟大饼王哈，哇，一大早哇，这个让我们最棒的食材，我们今天呢要大欢送哈，这个大放送5000碗，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哈，收到跑啊虾票跟大鲜梨，就陈阿明哈大家吃海螺哈，所以希望呢，今天有这么棒的活动，希望每一个摊位大家都走一走，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除了走过来，在舞台旁边这里哈，等一下有我们的 DIY，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写生有小朋友画的这个神像，非常的 Q 版哈，非常的可爱，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走到舞台走过来，是在左手边哈。看一下小朋友画的这个写生好不好？尤其那个每个小朋友把那个神像都画了呢，非常的活泼，然后非常的可爱。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来欣赏小朋友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现场除了有很多我们的摊位安排我们的活动，我们今天有这个神将祈福彩街，就是修修千人绕境哈，从我们芦洲区公所出发到我们的微风运河广场，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神将祈福，就是我们芦洲前港渔大放送哈，所以呢，可以品尝呢我们在地的文化，然后呢又可以吃在地的美食哈，相信大家真的是很幸福。还有我们今天呢，也是走过来，在左手边哈，有我们神将拼图这个 PK 赛，让大家能够认识开机的八大将哈，这是我们的将军，然后大家可以去拼图，然后呢了解一下我们呢这个八大将哈，大家可以去那边玩拼图，还有我们的神将风华再照，就是我们神将会的民俗记忆 DIY 的体验哈。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认识神像之美、神像文化的展示体验，还有我们的神像守护、心心相印，我们拍贴机的活动，大家都爱听。比如说去西门町啊，然后全家都会耶啊什么的拍照，我们机器也是在这边哈、哦，也是在这边。还有呢，我们的一日神像活动，闯关呢换好礼的体验活动，所以今天呢，哇，这个活动呢可以讲说好戏连连哈、哦，希望我们所有的嘉宾在这边能够呢度过一个非常有收获，也是我们2017年我们一年一度的泸州神像文化计划，今天呢